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社长。SNK 公司宣布 PS4 平台的对战格斗游戏 KOF UMFE 从6月21号在 PS Store 上线啦。拳皇系列首屈一指的人气游戏 KOF 98全面调整版如今也在 PS4 登场了。以 KOF 98为基础，独有的 UM 模式调整了游戏平衡，另外还增加了挑战模式、练习模式等其他游戏模式。此外，本作的线上对战采用了回滚式网络代码，最多容纳9名玩家的线上大厅观战，而且线上功能也大幅强化，总计64名 KOF 历代人气角色参战。首先我们看到设定里面，你可以对图案来做一些设定，比如说扫描线啊，还是说柔边啊，还是说颜色的调整，照你的喜爱可以调出你喜欢的颜色。好，我们首先看到这个无尽模式，找出一个你熟悉的角色，然后用一条血一条命的方式对所有的角色进行对战，看你以一条血的情况下你能够撑多久，打败多少敌人，很考验你的技术，因为血会一直在减少，敌人却一个一个的出现，撑多久算多久，这个模式对玩家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接下来还有新的练习模式，练习模式呢，也就是你可以好好的练习你的招式，另外一个对手站在那边乖乖的让你来打，把你会的招式以及招式表里面的都拿出来按一次，看看你按得出来按不出来，或是说放给小朋友打，他们也可以打得很爽，因为二 P 根本就不会还手啊。接下来还有新的挑战模式，每一关要你完成的条件都不相同。首先你要先看懂这里面的讯息，第一关要你做哪些事情，比如说完成五次的格挡，或是完成几次的什么样的招式，清楚的去了解挑战模式要你做到哪些动作，你就可以一关一关的通过。那目前这些挑战模式呢，都用英文呈现，你可以来挑战看看，看懂英文还是能够按懂招式呢？我们使用雅典娜来打，就算你把对手打赢了，你也不一定会获胜，因为你一定要照挑战模式的要素去完成才能够过关，这个很考验玩家的技巧。接下来就是线上模式，可以快速的进入挑战，你也可以开一个格斗场邀请朋友进来对战，或是说你去挑战一个排行榜的模式，各位熟悉 KOF 的老玩家很适合来挑战这个模式，就是排行榜，看看你的分数能够在世界排行榜上得到第几名。当然它也包含了 New Gen 模式，也就是最原始的那一个街机模式，熟悉的人物熟悉的角色编排，就是 New Gen 模式，原汁原味，跟以前一模一样，不管你要选 Advance 还是要选 Ultra 都是可以的， UM 版就是这么的热血，很多老玩家就是最喜欢这一代。各位玩家，现在在 PS 平台你可以下载得到，不管是为了收集还是想跟线上的朋友对战，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版本。好，谢谢各位小伙伴们，我们就一起在线上见面啦，大家可以上线来挑战看看，在排行榜上你可以得到第几名呢？好，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Come on, wait!